你也有就业贷款？我有啊，贷多少？大概60几万吧。你现在还是学生？对啊，所以你毕业后就要还贷款吗？我毕业就要还贷款，之后我还要去当兵，就变成家里就没有收入，没有人给我妈吃饭，只剩妈妈一个人。对啊，妈妈一个人，一直单亲，然后跟爷爷，就我们三个是住在一起。那爷爷现在是没有办法工作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工作能力。那他现在听起来很快乐，感觉钱啊，可以。我听起来好像还一些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，恭喜来了。